们开始了，来今天来到这个耳朵，嗯，我耳朵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冰粉，嗯，这个是咸的，可能是这个餐厅的特色，它融合了这种，国外这种上海的口味，和就是上海人比较喜欢吃咸东西的口味，然后做出来这样一种这个，这具有上海特色的沙拉，它里面有香肠，有豌豆，还有土豆，还有一种像奇迹一样软软的东西。这个是一个醋鸡，就是放在酒里面放了一段时间的鸡，然后让我来试试看。哇，这个是水芹菜炒这个豆干，水芹菜是那种长在水里面的芹菜，它会嫩一点，然后会有点特殊的清香，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它有股药味了。大家尝一下这个。这个是走牛肉，就是那种就是中午发肉一样的，然后它在先放在油里面煎好，然后再把它和这个菜底烧在一起，菜底其实就是用新老菜做的，然后就是装饰在下面，也算是啊。也算是和肉搭配的蔬菜，这个肉也烧得特别嫩，然后有这个酱油特别鲜。我们尝一下这个萌蟹是年糕，这个年糕特别特别好，它的酱是，它的酱不完全是酱，它里面放了冰糖，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，还放了点醋，因为蟹要配醋才好吃。在我心里很好吃，那我来尝尝这个醋。接下来我来尝一下我最喜欢吃的，不知道蔡文也点了很多很多次了。它的名字，它上海话叫 sawas， 它就是翻译过来就是红烧划水。然后划水是什么？就是这个鱼的尾巴部分。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一块，就是有一点肥肉的，然后有一点肥肉，有点瘦的这个地方，觉得特别好吃。它这酱还是甜甜的，然后和酱油拌在一起。就是这个菜，你是不要，你放面都不要。它放了葱会很香。这道菜其实在其他很多的本帮餐厅其实很少见的。